对，这个时候还有榴莲呢。整个迷你没有记录我有。是吗？你很厉害耶！整个迷你还有哪一个比较好吃？这个哪一个比较好吃？就要结束了，那就祝走散的人再也不相逢。这个好吗？相逢的人再也走散。这个是多少？30号，这个是15号。我试一个这个怎么样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很饱了，我快去吃冰淇淋。等一下，我试一下这一个榴莲。这好吃吗？我严重馋，这个还扒好了的。上完课吃下吧，榴莲。这个它有榴莲还是沙巴的？吃了冰淇淋又吃这个，八好一盒的45块。但是都还没有写价钱，45块。那柠檬冰还没喝完。我看我晚餐是不用吃了。我最近吃很多山竹。发呆的时候常常会想，只要来到我附近店附近前不都是吃榴莲，这也是主要卖榴莲还有批发榴莲。 Oh my God.